光之天使信息，关于觉醒的基础，意识的进化，创伤的能量治愈、转化和整合。光之天使答问，通灵阿希尔问候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你好，我是光之天使。要见证人类的蜕变，首先要见证自己的蜕变。正如每时每刻都提供转型机会一样，每时每刻都将提供充满挑战、阻塞物 obstruction 障碍、对立和悖论的机会。你们将见证在体验本身的二元性中，正式转变、进化、实现、扩展、发现你存在的非二元性方面的机会。因此，当下是一个需要观察、理解和见证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多数人在没有活跃的意识、没有活跃的观察的情况下度过当下。现在的时刻，成为另一个过去的时刻，被存储在许多等待被看到、理解和实现的不完整的过去经历中。所有这些过去的经历，不完整的、未实现的，继续投射出一个特定的未来，特定的未来时刻，让你体验并重新体验那些不完整的时刻，这样你才能真正进化，这样你才能从生活本身中学习。因此，解决方案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你转变的潜力和力量就在当下。然而，为了这种沉默，为了激活当下这一刻，你必须让自己创造那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找到了沉默、安静，一个扩展的可能性，一种将你的意识带入存在的观察状态的可能性。在这种状态中，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你存在的所有方面。当然，你会首先认出忙碌的头脑，许多永不停息且不断循环的念头。当然，你会注意到忙碌的心，许多尖叫着要被听到，却很少被感觉到的情绪。当然，你会注意到身体响亮到足以向你传达痛苦的信息，但在日常生活中，当承诺和义务的所有方面都优先于自我照顾，照顾这个身体形式时，声音还不够响亮。因此，您将体验到的第一个寂静时刻，将充满思想、情感和包括疼痛在内的身体感觉。你们中的许多人会放弃，并声明沉默不适合你。沉默是为某种类型的人准备的，他们以某种方式神奇地掌握了在沉默的时刻保持沉默。你所过的生活与那些沉默的人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然而，人类模板虽然提供了许多多样性，但提供了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独特且一致的存在方式。你可以，而且会找到寂静。你可以，而且会找到存在感。你可以，而且将会观察到你所示的一切。你可以，而且将会实现和自我实现。让自己被这个群体的动力所带动。因为，在由一群人建立的能量场中，会让你更容易找到这一刻的寂静。思绪会平息，情绪会平静，身体的感觉会安静下来，而这或许确实是短暂的体验，暂时为这片刻的寂静而存在。然而要知道，即使是最微小的沉默时刻也会让领悟发生，从你内在出现的对齐，为你提供过去的完成并为未来提供更大的可能性。加强你的对齐，将你的力量带回到你存在的那一刻，为你注入你一直拥有的力量，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生命中最强大的个体，让你自由、独立、充满活力、爱和健康。每个人都了解的品质，每个人都为之奋斗的品质。倾听旅程，
倾听内心的声音，很少说话的声音，没有判断力的声音，永远充满爱的声音，你灵魂的声音，载着你前进，载着你进入这一刻，一个扩张的时刻，一个治愈的时刻，一个对齐的时刻，一个自我实现的时刻，一个联系的时刻。你在这里是为了被联系和被爱。你来到这里是为了理解存在的统一性，甚至可以以这种二元形式出现，你从不孤单，也从不孤单这种个性化的形式只是提供体验奇观的暂时幻觉。有了这个认知，你会选择跟随引导你来到这里的声音吗？谢谢你听我的话。我现在将回答你的一些问题。问题井号一：聆听引导式冥想能否真正实现寂静和灵在呢？真的可以不顾外面的喧嚣，内心的寂静吗？光之天使说，某些外部因素将支持你找到进入沉默和存在的方式。一开始，这些因素是必要的。因此，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是一个对你有帮助的因素，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聆听特定类型的频率或音乐，将为头脑提供对齐和分散注意力的类型，从而让您一开始可以更轻松地走这条路。如您所见，这些是早期步骤。最终，你会随心所欲地找到寂静和灵在。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噪音水平，在任何感觉和强度水平，无论情况如何，你都会找到你的沉默和你的对齐。然而，这是修行的路。这是一条始终如一地让自己更轻松地找到这种寂静水平的道路，让当下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二。谢谢光之天使。克里斯蒂娜问道，我觉得当我保持沉默时，内心和周围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当我处于沉默和灵在状态时，我很想了解在我的能量结构中，在我的场中发生了什么。由于寂静和存在，我在周围散发出什么？能详细说说吗？光之天使说，首先，沉默会让你找到更深层次的存在。观察会出现，而观察会导致领悟。实现将导致对齐，即您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对齐。确实，随着这些认识的完成，以及一直在推动你现在和未来的过去正在重新调整，变化就会发生。因此，片刻的沉默和存在可以真正影响您当前的未来环境。片刻的真正沉默会影响人际关系，会影响您对自己和现实的看法，会影响您的健康和福祉。你存在的所有方面都与这片寂静有关。这就是在这个寂静的时刻所蕴含的潜力。你很好地承载着它，你会看到在你的环境、你自己和你所有的关系中立即发生的好处和变化。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三。像这样的传输，如何帮助我们加深我们的沉默和存在呢？光之天使说，建立起来的能量场带有一定的频率，所有正在聆听的人都连接到这个频率并与之同步。一种允许思想、心脏和身体进一步安静的频率。因此，建立的能量场有助于寻找更深层次的寂静状态。作为这些传输的结果，一个更深刻的存在状态出现了，让你有机会对你的生活进行伟大的观察，让过去的完成发生，让你的存在中出现领悟，融入你的存在并扩展进入未来的时刻。因此，这些传输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空间，
一个为你们所有人建立的能量空间，通过寂静和存在的途径寻求转变、实现。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四：如果你正在进行一项身体或精神活动，使你处于所谓的心流状态，那是否被认为是处于沉默和存在中呢？光之天使说，你会在活动、思想和情绪中发现寂静和临在的状态，但要明白这些只是通向真正寂静和临在的门户，这需要你存在的所有方面才能找到那种寂静。没有活动，没有思想，没有情绪，你灵魂的纯粹深处从那种存在状态中浮现出来，这是真正的寂静。但要利用能将你带到更伟大的寂静状态、更深刻的临在状态的途径，并继续探索更深的寂静状态。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五：8年前，我在痛苦中与儿子分开。在经历当下事件或之后事件的创伤中，一个人如何到达倾听灵魂声音的地方？光之天使说，生活中的创伤经历具有巨大的潜力和进化的动力。在体验的那一刻，情绪很强烈，思想难以想象地压倒一切，身体感觉可能过度刺激。所有这些经验虽然是人类形态的一部分，但都可以被保留和转化。在经历创伤的那一刻，首先，让你的整个系统自我调节。创伤本身太新鲜，无法处理，首先，它必须移动。创伤本身的能量，必须通过你的整个存在，通过精神结构，通过情感和身体，通过充满活力的精神结构。创伤的能量很可能会对您存在的各个方面造成干扰，解构现有结构，并可能对您存在的良好运作方面造成损害。这是治愈真正开始的时刻。通过这种创伤造成的你存在的各个方面找到你的途径。不平衡、错位、不和谐，或者已经提出了您需要治愈、清理和重新调整深层埋藏的过去的某些方面。你存在的所有方面都可能发生变化，可能会被治愈，可能会被重新调整。在经历了创伤性经历之后，无论你能做什么来找到更高层次的存在与和平，都要去做。把你自己、你的头脑、你的心和你的身体带入这种安静的状态，进入这种寂静的状态，并允许这种沉默本身的能量和存在，这种创造之爱的能量来重建你，重新调整你，将你重建成一个更伟大的人。在那里，创伤的所有方面都已经转变为实现，转变为加强和更深层次的存在。毕竟生活中的事件会清理、整合并让你成为一个更强大的人。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六。谢谢你，光之天使。简问道，我相信以前从来没有人要求身体如此迅速的改变。在发展沉默和存在时，我们的神经系统必须处理增加的能量和信息。你能建议在我们的神经系统中建立能力的方法，以便我们可以最好地处理我们自身的光的进化吗？光之天使说，你的观察是正确的。人类正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的进化的挑战。他们意识的进化需要他们的能量、灵性构造的进化，他们的身体、情感和精神构造的进化，需要更高水平的能力来保持这个地球层面上不断增加的能量。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方面。一致的实践，你的意识调整
重新调整、解构和重建，相应的改变和转变的空间和时间，以建立更大的能力。完成过去不完整的方面，将带来更大的能力。在当下培养更强的存在感，将提高你的能力水平。你的存在水平会带来更高水平的对齐，而对齐本身会增加你的能力。生活的体验将变得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见证，更容易体验，更容易拥抱，因为你已经找到了拥抱自己和你存在的所有方面的方法。你会发现冥想、自然、呼吸、以健康为导向的实践、以健康为导向的营养、以健康为导向的思想、支持和爱的情绪、以健康为导向的休息都是前进的必要元素。你会发现许多途径来增加能力、治愈、转化和整合过去，以及找到更高层次的存在。我们提供的途径只是众多途径之一。这是我们确定在人类存在的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途径。因此，我们给你们所有人的礼物是优雅地接受这项工作，让自己受到影响，让自己实现和自我实现、转变和进化，并优雅地接受这份礼物。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七：我们的沉默深度和存在感是否与我们成为有意识的创造者的能力有关呢？如果是这样，您能否就此连接提供一些指导呢？光之天使说，你存在的深度和质量将决定你在这一刻所拥有的力量。你在这一刻所拥有的力量将为你提供机会去触及和开启未来时刻在你面前进化的许多可能性。正在展开的未来越不被不完整的过去所驱动，你就会有越多的选择。你有意识的创造将出现到一个全新的可能性水平。随着你越来越意识到你是谁，你已经转变了过去的所有方面，不再需要由过去重新创造的未来的所有方面。你已经意识到你是谁，非常时刻。你已经意识到你在这一刻所拥有的力量。你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你过去对自己和他人、对生活本身的看法。你正在成为一个有意识的创造者。有意识的创造始于当下，就在当下，在你存在的当下时刻所拥有的对齐、力量和力量中。这是沉默和存在与有意识的创造之间的联系。谢谢你的问题。问题井号八：看起来像尝试这样的动作词对于进入沉默和存在状态是违反直觉的，但是当我们想要进入沉默和存在状态时，我们如何尝试平息我们嘈杂的思想和强烈的情绪呢？光之天使说，我对你的建议就是继续做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尝试出现在怀疑出现时，怀疑你正在做的事情不起作用，或者永远不会起作用。伴随这种怀疑而来的恐惧会影响沉默和存在的结果。沉默和存在的本质是它是一种原始的存在状态。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沉默和存在。你存在的许多层次只需要一层一层的消退，思想、情绪和身体感觉都会平静下来，直到你达到你存在的原始状态。这仅仅是一种一致性，一种继续这一旅程的愿望，因为他知道他将对你有用，就像对你之前的许多人一样。相信这段旅程和这条道路也会为你带来解决方案。你被爱着，你被照顾着，你被束缚在你的每一个努力中去寻找一种更伟大的寂静、存在和对齐感。一旦您选择养活自己，我们的承诺就是为您提供支持。
当你走这条路时，我们将与你同行。谢谢你的问题。发问者：谢谢你，光之天使。谢谢你的话语。光之天使说：谢谢你听我的话语，接受这个观点，这份礼物。了解人类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变革，一场伟大的转变，因为整个地球层面本身正在发生变化，影响地球本身发生变化，影响所有生物发生变化。你是那个可以选择有意识地走这条路的人，引导你的能量与穿过这个层面的冲动和改变力量的力量保持一致，让它载着你，让你自己一路上得到支持，找到那些与您共鸣并与您的存在保持一致的人，并支持那些请求帮助和支持的人。在这个进化之旅中，你们会一起找到强大的力量和伟大的爱。感谢您收到这份工作。光之天使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